时光雨洒落在你我心里，消失了感情在脸上留守，流年未完山川依旧，夏天终于走到了最后。记得上高中的时候，咱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做晨间操。那个时候的你在人群中打打闹闹，当时我就在想，啊，怎么会有这么活泼、这么无忧无虑的女孩？其实，我那个时候过得挺压抑的，我也挺羡慕你的。你羡慕我？原来我也有让人羡慕的地方。不过你错了，这些都是假象，你根本不了解我。我就是一个根本不值得别人爱的人。今天喝这么多酒是因为那个人吗？思思，你不是不参加考试吗？我是来给你们送幸运手环的。那干嘛？你不许嫌弃啊！我这是连夜编的，我把我成绩记十八，祖宗十八辈的运气都放在里面了。算是吧。你就那么爱他？嗯，爱。他在我心里特别优秀，所以我一直觉得自己配不上他，所以我要更加努力，也一直在努力，我不敢停下来。但是你知道，
其实挺累的。我现在已经没有了家人，就在今天，我也失去了一个我非常重要的朋友。无论我怎么努力，我也没有办法战胜那个他爱的女孩。所以，其实我挺羡慕那个女孩的。羡慕？你羡慕那个女孩能拥有他吧？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就很羡慕那个女孩，我记得特清楚。有一年过节，我家里没有人管我，然后我就去那个女孩家了。然后那个女孩的妈妈亲手给我包了一个粽子，我当时就觉得还挺感动的，我就特别想哭。但是我就觉得，人嘛要活得坚强一点，也不能哭。所以那个女孩，她是被爱包围长大的，所以她很优秀。我自己心里明白，我这一辈子也没有办法超越她。我认了，我也觉得这份爱其实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。相爱是两个人的事，但爱是一个人的事儿，就像我爱你一样，跟你没有关系。如果你爱他，你不应该去放弃他。不放弃会有结果吗？还是一样，没有结果。结果是靠自己争取的，就像我一样。我一直有机会去跟你告白，因为我胆怯。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，我一定会向你证明我有多爱你。可是你既然爱他，就去抓住他吧。很高兴我们能相识一场，祝你未来一切都好。不应该去放弃他，就用力去抓住他吧。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。
你这么吃惊干嘛？你，我怀孕了。你怀孕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多长时间了？两个月了。你看，就是这个小东西。虽然现在还看不出来什么样子，不过可以确定，他很健康。这个是小宝宝吗？小点声。哎，那我是第一个知道的人吗？嗯，你是第一个知道的。你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，什么时候谈的恋爱我都不知道呢。这个事情现在还不方便讲呢。我理解，他只要对你好就行。嗯，等到合适的机会，我会跟大家一起分享的。不过现在这个样子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能跟自己一直很爱很爱的人有一个孩子，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这一年发生太多的事情了。有的时候看着小四和玉倩，我都觉得心疼。不知道这个多事之秋什么时候能结束，不过现在好了，总算有一件开心的事情了。对呀，小四和玉倩，你也不用太担心他们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本来也没有道理可言。不管那么多了，现在真的很为你开心。就是这个小宝宝带来的福气，我们跟着他一起转运了。哎，对了，那他有没有干妈呀？还没有。我愉悦。李夏，嗯，你可不可以陪我出去一趟？我们去买一点婴儿用品。现在吗？嗯。可是小思，明天是冬至的首发式。还没有准备好吗？那倒不是。不过，这是小四被告之后第一本画册。我不想他被人造谣，所以想确保万无一失。那既然都准备好了，你还是陪我出去一趟吧。我最近情绪有点不太稳定，我很害怕一个人。我不想回去。小四那边如果有什么事情，也可以让志扬帮他，而且我也不会耽误你太久。我想再跟你多待一会儿。好，答应你，我给志扬打个电话。哎，喂，陆志扬，是这样，我有点事情要出去一趟，可能要晚点回来。对了，那你帮我多陪陪小思，帮他缓解一下，不要让他紧张。那好，就这样。好了，走吧。走吧。嗯。他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动起来，让身体疲惫，才能让大脑休息啊。你就放心，把他交给我吧。行，你陈元建啊，小男人，不服再来，来！哎。太久没打球了，感觉身体都退化了。你刚才不是挺能耐的吧？
你行不行啊？嘿，我是为了谁啊？你还这么说我？行行行，怎么样？不紧张了吧？完全不紧张也是不可能的，毕竟是好几年的心血。原来你一紧张就摸耳朵，看来这习惯也改了呀，啊？你以为你去日本的那几年，全世界都停止转动了？那怎么可能呢？你忘了，你还经常给我发邮件呢。志昂，你最近还好吗？没有你在的日子，我经常在忙我的通稿，我突然觉得生活就没有了方向。生活也没有了意义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还是和你一起骑车晒太阳的日子。有完没完？你以为你没给我写过啊？这都是你写的。要不要给你念一段？念呗。Dear 傅小司，当我坐在飞机里的时候，往窗外看，我心里就在想，我是不是要离开这座城市？离开陪伴我们一起长大的宙斯，离开那架被我摔得稀巴烂的单车，离开你，离开那些关心过、爱过的人。哎呀，哎，行行行，别念了，别念了，这么一点就尴尬了，还没念完呢。人生是不是就像16岁生日那样，是一场看不懂的电影，却又哭得一塌糊涂，一塌糊涂。哎，这个好像是我到日本刚下飞机的时候给你写的。这么一想，5年都过去了，时间过得真快啊。从爱喝可乐的男孩变成了爱喝可乐的老男人。其实我一直想跟你说声谢谢，那个时候要没有你，可能我也熬不过来。要谢我的话，就以身相许吧。哎，行吧。嗯，行，我错了。哎，你别脸别客气，真是。行了。你总爱把书包丢过爬满藤蔓的墙。一起看电视。小司，因为你曾经陪伴我的低谷，所以未来我会永远站在你身边，责无旁贷。摊开时间的手掌，你笑起来，我会和你一起并肩作战的。云散开，把我书包拿上。发展有很多意外，哎，你等会儿。的结果总不太坏，那些女孩教会我关于爱，远去人海。稚气的少年幻想着未来，一尘不染纯白色的年代，那个陪伴我成长的男孩，还好有你在。哎，小心。教会我爱，
幸福在狂奔，什么人在哭，在笑，在恨，在痛，在疯，我想忘了那个傻傻的我，一直在想你了，只和我曾经出现在人海里，为什么又消失不见？再勇敢一点，我会不顾一切牵着你向前冲，我会努力记得你的手，如果在路尽头能给你一个拥抱，我会忍住不会颤抖。记得那年我们在孔明灯上一起许过愿吗？我写的，我希望和你有好多好多个三年，一直都会陪着你。我会忍住不会颤抖。说真的，你和立夏有没有打算啊？我想在发布会之前给他一个惊喜。加油。不是说你要晚一些回来吗？我怕你的肚子，所以订了点你爱吃的。立夏，嫁给我吧。本来想等明天新书发布会结束后再向你求婚的，可是我等不及了。这么多年，你一直从我的同学到我的工作伙伴，到助理，到女朋友，每一个角色你都做得很好。可是我希望以后我能保护你，不让你受一点伤害。以后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多尝试一个角色，傅小司太太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
等所有的事情处理完了，我们就回浅川，在浅川举行婚礼。我真的很怀念浅川，即使现在上海的梧桐也很美，但是我真的很想念浅川。那一片一片的香樟树，想念我们以前的日子。现在可是有家室的人了，不跟单身狗喝酒。哎，谁啊？让他等一下吧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，立夏？官司打输了。现在跟我谈和解，还要双倍赔偿，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？我已经在电话里跟你说过了，这个很多事情我们见面谈，电话里说不清楚，不方便。什么叫不方便？就现在这种结果，你也配当律师？这还不是公司高层的意思吗？我们这些律师啊，也就是帮公司降低影响啊。凡是能够用钱解决的，这是最好的办法啊。否则丁阳他们提出更多的要求，这个很难办啊。公司为了自己的利益就可以这么对付老司吗？这个我也很抱歉了，这个打不赢官司我也没办法。对不起啊，再见啊。合作愉快。就这样静静陪着他，才是他需要的吧。这次是真的没办法澄清了，可能你们也觉得我是个骗子吧。季思，你一定不知道我是谁，我是你忠实的小粉丝之一啊。也许你看不到我这封信，但是我还是想将心中的话语通过这封信传递给你。
不管怎么样，爱你的人永远都是爱你的。小思，你一定要相信。我真的挺担心他的，也不知道明天能不能撑得住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要做好准备。官司这方面先不要告诉任何人，等明天结束以后再说吧。我先走了。喂，立夏，你在哪？哦，怎么了？你能出来一下吗？我想跟你谈谈，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我必须要当面跟你讲。现在吗？可能有点不太方便。今天吧。挺着急的，我现在就把地址发给你。那好吧。名的迟到大王，你今天来挺早啊。今天可是小司发布会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我怎么会迟到？哎，信不信？明天肯定有人啊，比我们更早到。怎么不在？不应该啊！他买早饭去了。肯定躲起来了吧？这么大事儿，他比谁都紧张。现场那么乱，现在肯定在某个小角落熟悉冒汗呢。一切都会很顺利的。顺利的。看来发布会开始以前，只有你和我了。没事儿。两个女人撑起一片天。哎，那边什么情况？怎么小司发布展台旁边又搭起另一个展台了？可能主办方弄错时间了吧？哎，我去看一下啊。啊。哎，雷墨。我刚才问了一下那边的工作人员，他们也说不太清楚，好像是一个唱片的新专辑的发布会，应该没什么事儿。那就好，记者那边我也都问过了，他们今天啊都会来的。采访提纲呢，两天前就发出去了，该问什么问题呢，我们也都打过招呼了。嗯，应该不会有什么情况了。一切都准备就绪了，就等想死了。嗯。灯光、音乐、流程，所有准备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好，好，好，粉丝进场了。行，媒体全都到了。咱们的暖场音乐还需要再放一次吗？再放一次，再放一次。这么大的排场，
要是小司不来，该怎么收场啊？哎，发生了这么多事，换做谁啊，都扛不住的。可是，如果这个时候临时取消，肯定会引发巨大争议啊。怎么办呀？这都快九点了，小司还没来，陆志阳也没个消息，这还开不开了？这要实在不行的话，我们就现在取消发布会吧。你等等吧，一定会来的。我们再等一下。啊，怎么办？只剩下最后一分钟了。小司已经来了，时间紧迫，不用化妆了，直接到站台。啊，好，行，走。除得恰到好处，再大的伤痛都不见一丝痕迹。发布会，不要紧张，我来解决。大家好，我是傅小司。我知道你们有很多的质疑和问题，所以现在就直接开始吧。傅小司先生，请问这次新作的主要内容是什么？这次新的画集的名字叫《冬至》，讲的是冬天的故事，所以我用了很多冬天的香樟树。我从小到大生活的城市，特别是我的高中校园，都种满了香樟树，所以这也是我的灵感来源。傅小司先生，听说你的眼睛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，已经看不到任何颜色，是吗？怎么可能？对于丁阳先生马丹的艳作画品之事，您是否打算在今天给我们一个解释呢？如果您的眼睛真的看不到任何颜色，那为什么还能创作新的画集呢？这个问题，谁说有眼疾就不可以画画的？贝多芬在失聪之后也创作出很多好作品。再说了，我看你脑子有病，不也可以当记者吗？
有理有据。这些记者就喜欢无中生有。你说一下不用。傅小司先生。我和大家都一样，非常相信你不会随随便便在别人的画作上署上自己的名字，那就证明给大家看看，这幅画作，小司先生应该比所有的人都熟悉吧。傅先生，我请问你，这块区域是什么颜色的？傅先生，不要回避我的问题。这是什么颜色？这是什么色？红色，像豆沙一样的色。红色。不需要我解释什么，大家应该都清楚了吧。今天你必须向我们所有的来宾还有所有的媒体朋友诚实的回答，这幅画是你一个人完成的吗？相信，只好等所有的情绪都